这种公转铁的这种运输的模式呢，就是说也会大幅度的缩减我们的这个铁路的运输成本，缩短我们的运输时效，提高我们的通关效率，然后同时也让我们的整个运输变得更加的安全。如果我们按照每周一列的这个频率去推算，我们班列的发行至少能够为这个新疆乌鲁木齐总保区带来每年30亿左右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出口保税出口额。